区基隆路的 Jimmy Fit。这间 Jimmy Fit 非常特别，它是少数在北部有包含极限体能王场地加训练的健身房。那我们今天三剑客战队又再次出动了，究竟肌肉男玩这个极限体能厉不厉害？不厉害。我们这一次是被 Jimmy Fit 受邀来参加这边的极限体能王比赛，但是今天呢是赛前的两天前，偷偷来这边练习一下，顺便来拍摄有趣的画面。我们现在请到 Jimmy Fit 的教练傅，他们总共分成 Level 4，然后我们今天应该只练得到 Level 2。傅现在要为我们示范 Level 1的关卡。哦。然后现在我要来试试看，好，来喽！啊，有点喘，不会喘的，加油！已经动不起来，星星，你看这个星星，星星练，蜥蜴爬爬什么？怎么样？看我这个核心稳定度，啊，绑个鞋带，绑个鞋带，可以一直耍抖。哎，我很认真啊！来哦，最后一个，我要登顶了。上去，加一。OK， 耶，师傅，耶，波波 ，Big，Nice，Nice，Nice， 哦，够师傅，哇，吸一爬，吸一爬，耶。挑战者波波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枪，妈的，跳，哎，哎，好，好，好，这个呢，这个也太难了吧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的妈，你这是500公尺障碍赛，对，干嘛？波波。哎，好轻松哦！到了一缸。
想请问一下师傅，我们刚刚的表现怎么样？很不错，很不错。你是说以一般人来说吗？没错。但是如果是跟你们比呢？可能还需要多多努力。对，好的。那现在师傅要带我们做些什么？刚刚只是一个 beginning， 就是 level 1。那我们后面还有三个等级，我们会再让你们看看 level 2有多恐怖。有多恐怖？对。刚刚 level 1只是小 case， 小 case。真正要难的要开始了。对，从 level 2开始。所以你会完整带我们走一次 level 2吗？还是我们只能稍微曝光一些关卡，稍微透露给我们一下。对对。稍微秀一点点 level 2有多可怕这样。是的。给他们。开始了。好。强一点，单杠强一点，应该就过得了。但好像没那么容易哈。来哦。谢谢师傅的认同。好，你们不要这么
轻松好不好？换你们了。我没办法，可以不要玩吗？我觉得盖伊很强，他真的很强。你以为这样子你就不要玩了？他超强的。我们时间有限，你快点试一下。我第一关可能就过不了了。像拉单杠一样。好，走一走一步哦。你至少克服一个障碍吧，至少挂上，至少跨一个。他好恐怖哦。克服障碍。可以了，你已经碰到了，你已经碰到了。不要笑。你拉高一点，然后伸长一点。哎，你手不要松掉，你手只要不松掉，你就成功了。好。你敢这样拉啊？对，已经没力了。对，来。好，空间来试看看。就这样，不管无论如何，就是手不要放掉，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扣住，所以你要抓紧。好，没有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你要再大力一点。哇，你右边上去了，左边没上去。加油，可以可以。他已经把我的利用完，身体要用力吧。好了，那没关系，那鱼跃龙门我们就 pass。那我们试看看那个过这个板子好不好？郭波跟药师鱼跃龙门 pass 过不了，所以我们电子架高，直接让他们挑战后面的关卡。你这样只能用蛮力抓的，要晃，很好，别玩，不会动，不会动吗？加油！我不太会甩，我刚才有甩过。哦，好强，可以，不错。好，这样子不行啊！你要这样子，然后往后勾。哈哈哈哈往后一点，脚往后，往前伸，然后往后。有了，我已经力竭了。我力竭了。哇，我力竭了。三呢？这就是 Level 2的可怕。在我知道要来 Jimmy Fit 之前，我每天有时间我就在三剑客练抓单杠，我就这样单手抓着之后，然后换手，然后。用单手去承受全身的重量，极限体能它本来就是一个专项，对啊，这个一定要训练。有兴趣玩极限体能的 Jimmy Fit 可以来找 Jimmy 或者是找傅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极限体能我们练习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，那我们两天后比赛见。时间还有一分钟。盖伊的肌肉量非常大，所以他抓握的力量非常强，必须要承受住身体的重量。你被哪一关吞噬了？受碎了，我输在独木桥啊！独木桥是不是很难？这样我的 stage 2玩不到。独木桥不会难，但是你要心要静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前面又太喘，又刚有点冲动。对啊。
时间来到1分钟。